9987，9988，9989，狗血统，老子好不容易穿越过来，看去就让我做10000个俯卧撑，累死你爹了！诸神，觉醒仪式已经开始了，马上轮到我们了，快点走啊！哎，等等，我做完这几个俯卧撑，赶紧走！觉醒仪式可是我们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不能耽误。你还有心思做俯卧撑？我拿个衣服。到现在为止，好像还没有人觉醒超强的战斗职业。法师、龙骑士这些超强职业，哪是那么容易觉醒的？不过狂战士、刺客这种稀有职业，已经有人觉醒了。好紧张啊！只要不是生活职业，就算辅助我也认了。我是来看慕容师姐的，听说慕容留恋也会来。慕容师姐可是我们第二等五科学院走出的绝世天才啊！如果能要个签名就好了。还好，不是太晚，马上就轮到我们了。哼，我叫苏晨，在7天前地心的一次大地震中，莫名其妙就穿到了这个全民觉醒的世界。在这里，所有人在18岁的时候都会参加觉醒仪式，觉醒一种职业。职业有成千上万种，大体可以分为战斗职业、辅助职业、生活类职业。赵露，觉醒职业法师。天哪，是法爷！竟然有人觉醒了法爷！是3年2班的赵露。赵露平常看着很一般，但一转眼就成女神了。苏晨，如果我没记错，这赵露是你刚追到的女朋友吧？应该是吧。记忆中，原身追求了赵露有1-2年的时间，直到最近开启超能力，给赵露买了一套护甲，赵露才口头答应成为了女朋友。赵露女神，让我沾沾欧气。赵露，晚上有空吃饭吗？我在太原楼订了觉醒庆功宴。赵女神，加个联系方式吧，以后一起组队。我赵露，从今日起凤舞九天。赵露，恭喜你啊。张磊，你来的正好，我们分手吧。啊，我叫苏晨。苏晨是吧？你等我看下名单。一样的，一样的。你也分？我也分。你他妈的在这裁员呢？裁员还能拿到补偿，但像你这样的舔狗，舔到最后只能是一无所有。露露，我刚才测试觉醒的快枪手，虽然比不上你的战斗职业法师，但也是强战斗职业之一，晚上一起庆祝一下吧。凌霄哥，我喜欢久负盛名的海鲜盛宴。好说，今日你就是要天上的星星，我也摘给你。小子，我缺个端茶倒水跑腿的，你要不要来伺候我们？你们别太过分，苏晨还没参加测试，你们这么侮辱他会后悔的。别做梦了，整个第二中等五科学院觉醒的战斗职业都没有20%，觉醒的还大多都是像我李凌霄这种一出生就进行各种灵补的贵族子弟。你们平民除了赵露这样的绝世天骄，觉醒的不都是垃圾职业吗？下一个，苏晨。终于轮到我了。李凌霄是吧？等会儿让你跪下叫爸爸。你不知所谓的东西。我堂堂穿越者，绝对会觉醒至高职业，打脸所有人。叮，检测开始。来吧，我已经做好接受万众瞩目的准备了。苏晨，觉醒职业5。哎，这是什么情况？笑死我了，不会这么垃圾吧？连职业都觉醒不了？觉醒职业5，这种事情发生过吗？还没有听说过谁觉醒不了职业，再差也能觉醒一个垃圾职业啊。这家伙难道全球第一费？不会吧，好歹给个战斗职业，尊重一下穿越者呀。小子，赶紧滚下来吧，别在上面丢人现眼了。怎么了？啊，天空中怎么突然乌云密布？啊，倒是觉醒职业带来的异象。哈哈，我就知道不会这么结束的，如此异象必定在觉醒无比强大的职业。一个贱民能觉醒出产生异象的超强职业，刚开除难道又要返聘回来？哈哈，李凌霄，你可以提前叫爹了。这是啊，救命啊！是魔物，这是魔物的气息，这根本不是觉醒异象，而是魔物入侵啊！集体响应，魔龙入侵，全校所有师生就地躲避，一级以上强者迎战魔龙。这是穿越者给我的待遇吗？收了！
慕容师姐呢？她怎么还没来？现在只有慕容师姐可以牵制住这头魔龙。苏晨，快跑啊！跳梁小丑，死了活该！苏晨，快跑啊！我跑，我跑得了吗？你先等等，等等，等等，没办法了，九千九百九十，现在只能完成系统任务，才有一线生机。九百九十二，快看，苏晨在干嘛？都什么时候了，他还做俯卧撑？他会不会是在给魔龙表演节目啊？这小子就是被吓傻了。九千九百九十九，一万，叮咚。恭喜宿主达成成就一万个俯卧撑，恭喜宿主获得体质加一，恭喜宿主获得蓄力一拳。蓄力一拳厉害吗？蓄力一拳的威力取决于宿主蓄力时间的长短以及宿主怒气值的大小。为了直观体现蓄力一拳的威力，宿主可以免费体验一次蓄力十年的威力。不好，畜生，给我停下！行了，蓄力一拳。不好，畜生，给我停下！行了，蓄力一拳。死了！快看，是慕容留恋。不愧是慕容师姐，竟然只是一击就把魔龙干碎了。女神，女神，刚才那一击有问题。哇，太强了，这蓄力一拳超强啊！系统，我爱你，尽情发布任务鞭策我吧。不愧是我们第二中等五科学院的传奇毕业生慕容留恋，一击斩杀 B 级妖兽，恐怖如斯。我赵露，规划中的未来会超越慕容留恋，我那一剑应该不足以斩杀 B 级魔龙，难道是他？慕容小姐，我是新任校长安怀志，我仅代表第二中等五科学院感谢你这次出手，帮助学院度过危机。大家对慕容小姐的到来无比期盼，好不容易回母校一次，请慕容小姐给大家讲几句吧。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赶紧下去呀！等等。系统发布任务，请达成成就，对慕容留恋大声喊出100次我爱你。系统，你是真的吗？同学，你叫什么名字？我爱你。你在说什么胡话？同学，我是想问刚才魔龙最后一击你是否出手。我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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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了，疯了！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给我拉走！我爱你，走走走走走，我爱你，走走走，我爱你，快点，我爱你，我爱你！苏晨身为癞蛤蟆而不自知，还想吃天鹅肉，可笑至极。李凌霄，我现在缺少法师修炼所需要的技能书，你能给我几本？露露，这么直接吗？我们好像还没确定关系。你直接说几本。我李家应该珍藏了500，不过要给你还需要经过我父亲同意。从现在开始你是我男朋友了，这是你的上岗证。好的。苏晨，你也不照照镜子？一个连职业都觉醒不了的超级废材也配表白慕容师姐？走了，别理这家伙，估计觉醒试炼第一个死的就是他。100次我爱你这个成就比做俯卧撑还简单，动动嘴皮子的事情必须要达成。大叔，有事啊？老子才18岁，你他妈管谁叫大叔呢？李雷大哥，他就是故意，今天拿不出1000块钱保护费，干废这小子。我记起来了，这个看上去40岁的少年李雷在学院里也算是一号恶霸，经常找原主收保护费。说起来原主身世也是可怜，从小失去父母，跟着叔叔婶婶生活，家里除了叔叔瞒着婶婶偷偷关心他一下，就没什么人重视他了。在学校里被欺负也只是忍气吞声。拿钱，让老子今天把你脑袋塞进屁股里。现在我既然身为伟大的穿越者，怎么可能被别人欺负？原主受的气就让你们都还回来。
哎，我去，蓄力拳是蓄力时间太短了吗？威力这么小，真是让我吃惊，你这个弱鸡竟然敢还手啊！哼，这傻小子不知道李哥觉醒了坦克战士，这一拳对李哥来说跟挠痒痒差不多。弱鸡什么职业都没觉醒，李哥站着让他打也打不出任何伤害。1万块打不出我锤死你。给我点时间，我去筹钱。给你半天，晚饭之前去宿舍找你。半天时间应该足够了，抓紧时间去完成任务。慕容留恋可不会在学院停留太长时间。慕容小姐，自从你考入夏国最好的高等学府天府学院，就是我们第二中等学院永远的传奇和荣光。我爱你，我爱你。这小子怎么又来了？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觉醒职业后，在1个月就要进行五科大考，希望慕容小姐能给大家传授一些参加五科大考的经验。经验？如果有什么经验的话，那就是全靠我的超强职业和绝对天赋。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苏晨，你没完了是吧？我爱你。慕容小姐，你别在意。我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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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觉醒任何职业，难道击败魔龙那一招和他无关？去个人，把他嘴给我封了。我爱你。不用，我自己去。你干什么？飞得越来越高了。不会是要把苏晨扔下来吧？我们似乎忘了一件事，慕容留恋以前在天府学院是令无数天府弟子恐惧的存在，没有一个人敢惹他，甚至被称为大魔王。苏晨完了。这也太高了，你想干嘛？你不是爱我吗？你能在落地之前说出50句我爱你，我就相信你。这玩笑开大了，咱们还是下去吧。没和你开玩笑，说不出50句，你自由落体。女人，你就是个疯子！我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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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了，太狠了！赶紧救人呐！我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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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救我！算你命大，我相信你了。你是魔鬼吗？确实不少人这么称呼我。安校长，就此别过。此次 B 级魔龙入侵非同小可，我要回去报告老师。慕容小姐，等等。嗯，你知道的，我们第二学院最辉煌的时刻就是你获得全省状元的时候，之后一直走下坡路，别说赶上第一学院，就是第三学院都已经超越我们了。请慕容小姐。啊，这是天府学院的入院卡。新生试炼的第一名，我带他获取一门无职业要求的技能。无职业要求的技能，也就是说任何职业都能学的技能，这可是天骄的专属。职业技能只有升入高等学院才会通过特殊渠道获取，慕容小姐大气啊。这样的话，我第二学院在高考的时候必定能取得更好的名次。慕容留恋这娘们太狠了，那可是万米高空啊，说扔就扔。还好老子口活好，极限输出50句我爱你。啊，不过终究还差3句才够100句。可惜慕容留恋不给我机会，已经离开了。李哥，那小子回宿舍了。走，过去。卢晨，1万块钱凑齐了没有？哇！这怎么可能啊？这种力量怎么可能是无职业者？测试完毕，蓄力一拳不叠加我怒气值的情况下，5个小时足够干废一个刚觉醒的战斗职业。大哥，我错了。就你叫李雷啊？是，大哥，求原谅啊。认识韩梅梅吗？不认识呀。不认识，你起这个名字干嘛？不是，这名字是我奶起的呀。去找，什么时候找到韩梅梅，我就原谅你。大哥放心，我一定找到韩梅梅。同学们，昨日你们都觉醒了属于自己的职业。今日就要开始人生中第一次试炼，
此次试炼的成果直接影响你们的一个月后的高考成绩，希望大家努力战斗，职业等级力拼冲上一星。此次试炼第一、第二、第三学院一同进行，尽量不要和其他学院起冲突，影响试炼。话不多说，大家三到五人自由组队，即刻出发。这次一定要冲击一星骑士，我高考的目标是第一梯队的高等学院。这次学院第一名可以获得慕容师姐赠予的一门无职业要求技能，这才是真正的大机缘。我的目标是二星战士，获得第一名。一次试炼就达到二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一群王八蛋，就是没人要我是吧？苏晨啊，子龙，你也没人要吗？不是，我不想和别人组队。苏晨，你聊啥呢？赶紧组队。安校长，不是他不想组队，是没人要他。谁会愿意和一个无职业组队？不但发挥不了作用，还会成为拖后腿的。就是，苏晨千万不要和我组队。我才不要拖油瓶，带着他别说冲击一星，就是能活命就不错了。让我说，无职业还参加什么试炼，直接退出算了。直升机，有人跳下来了。安校长，我没来晚吧？时间正好，大家安静一下。这位是从第一学院转来的天骄，以后就加入我们第二学院了。此次和大家一起参加试炼，让新同学介绍一下自己。我来自第一学院，我未必会是第一学院最有天赋的，我未必会是第一学院最帅的，我未必会是最优秀的，我未必会是最幽默的。所以来到第二学院，我未必会比你们所有人强，我未必会能拿到第一名，我未必会一定获得慕容师姐的无职业技能。哇，不愧是第一学院来的天骄，真的又帅又谦虚，太令人感动了。我不再害怕第一学院的那群变态了。同学，你太谦卑了，自信点儿。说的我们都不好意思了。谢谢你这么贬低自己，给我信心。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魏碧慧，我为慕容留恋而来，是第一名，我拿定了。操，原来在装逼呢。你大爷的，害我美滋滋的听了半天。魏碧慧，你和苏晨一队吧，苏晨是无职业者，有你带着他，苏晨也能安全些，不至于丢掉性命。听说这次试炼是新出现的空间节点。确实是新出现的一星试炼场，正好适合我们这些新手。快进去吧，这次三校同时试炼，我怕里面的怪不够分。那是你想多了，就算是一星副本，里面的怪也不是我们能随便对付的。人都走光了，魏碧慧怎么还不来？说好和我们组队呢。哎，子龙，你觉醒的什么职业？为什么你不愿意和别人组队？这战士。战士不错呀，最主流的战斗职业。是美少女战士。变身一下让我看看。行吧。哼。哎。啊，去。子龙，我有个大胆的想法。嘿。苏晨，你没事吧？我变身之后脾气就会莫名的暴躁，忍不住砍人。子龙，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魏碧慧，你没看见我们吗？我俩在这儿等你半天了。等我干什么？安校长让我们和你组队。我从不和弱鸡组队，我更喜欢一个人单打独斗。这小子说话不是装逼就是呛人。我知道你叫苏晨，就是你恬不知耻的当众对慕容留恋说我爱你是吧？